干嘛啊？发什么神经啊？当初说好的要给彼此留尊严，你把人玩到社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把谁玩到社区了？你的旧情人呢？韩真真呢？调查我？我现在不需要调查，全社区都知道韩真真跟韩善美是姐妹，人家今天一起来参加宴会。你有鬼对不对？所以才不敢说。范太太那么喜欢揭人疮疤，就告诉你一件事吧，去问一下你老公，他的最爱是你还是我妹妹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？你干嘛啊？发什么神经啊？当初说好的要给彼此留尊严，你把人玩到社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把谁玩到社区了？你的旧情人呢？韩真真呢？调查我？我现在不需要调查，全社区都知道韩真真跟韩善美是姐妹，人家今天一起来参加宴会。你有鬼对不对？所以才不敢说。从他搬进来之后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你摇什么头啊你？你要去哪里？范永成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姐，这车是不是要我开车吗？我们有专属司机啊。两个人都几岁了，也都结婚了，还在尴尬。姐，范老板，你老婆应该气炸了吧？盘算好的计谋被我一脚踢翻了。姐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够犀利的。管好你老婆，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，我才没有让她太难堪。谁要她欺负我妹？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追求的事情嘛，既然帮不上忙，也不挡道嘛。嗯，只可惜你们两个有缘无分，不然现在状况就不同了，哪有他嚣张的份？对了，真真，你搬来社区都还好吗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随时跟我说，不用客气了。嗯，有你在也好。不然哦，那个庄俊杰不晓得又会搞出什么花招来了。林善美，你讲话是……我告诉过你很多次，俊杰对我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会让你走投无路来求我？他顶多对这段婚姻忠实，不代表他爱你，那是因为他很失败。成功的男人都很难自律的，对吧？姐，你是在暗示我是个成功的男人吗？你回答什么啦？你还不懂韩善美的白目吗？男人本来就常常用工作来搪塞嘛，不过这样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们女人有更多的空间呢、啊、这样婚姻有意义吗？这样的婚姻有它的持久方式，不是每个人都追求同心。 OK， 要知道人心易变，房契永在，只看到你的势力也永在。嗯哼，所以我现在财务自由啊。哇哇哇，我说你们两个都没变，不管到几岁了，还是一样一见面就吵架。跟你提醒过多少次，提年龄是大忌，大忌。真真，那你还会继续选吗？选呢，别让陆湘婷太嚣张，让她知道韩真真的厉害。